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一心同体的唱诵，一心同体的唱诵，这个光阴溪解放的关卡哦。为什么到现在才解放？因为哦，我要练满级哦，所以现在才解放哈、哦。那现在等级只有96，那我相信差没几级，所以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异。哦，现在来为大家这个示范一下通关的一个状况。哦，基本上应该不难啦、啊、哦，为王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就好了。哦，心珠稍微留一点。哦，由于这样这对来讲，它回复力很够，所以不用担心血量的问题。哦，但不要断心哦。那最后要爆发的时候，你要故意断心。哦，前面没什么难度啊。哦，第三关也是一样，不要断心哦。70% 的那个扣血量。那前面的话，一二关都蛮简单的啦。这么厉害，没有攻击住、哦。上面攻击住也要很巧哎、欸。哦，血量还蛮多的。哦，由于我这只已经练满技的话来讲，这个 CD 就不是问题了啦，所以血量掌控的部分掌控好就 OK 了。哦，非常好，才讲完又就断心给你看。哦，这边不要做前提，不然两只都死了，你到下一关扣78直接 GG 了。哦，版面上我几乎都把它削光光哦，因为主要是这个心珠不能断。哼，天降。不过心珠倒是真的蛮缺的，倒是真的。我这样看，好、哦、有心珠，嗯，在这只是扣血78 CD2， 所以两回合之内不断心就没有问题。哦，心珠我们就留下来就好了。哦，尽量留心啊。嗯，但是我没有说要留暗哦。哦，因为我们的这个1.5倍回复力哦，所以回血是非常 OP 的。哦，所以回复不。问题比较没有那么大。嗯，没什么这个攻击珠哎。那个血转会不会切得太远了？哦，血量小心哦，血量小心。不要断心，不要断心！哎呦喂呀！
太可怕了。这边越战越强，赢自己抓一下这个攻击力哈。哦，因为攻击力只有800多啊，但是越战越强下去，攻击力会是有点可怕的。所以像我现在满血状态 CD4 的话，我前面稍微抓一下攻击力好了，再打他一回合。啊有呀，会不会打太大力啊？还没。哦，因为我两回合可以打这样的血量，那我现在的建议是做一个这个绿柱的动作好了，我们做个绿柱的动作。好，现在攻击力1400多了哈，四回合，我建议这回合就开了。哦，攻击力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，应该可以 KO 掉了。KO， 有没有讲的有点快哈？啊，因为其实关卡难度还算 OK 啦，没有非常难啦。哦，主要是前面稍微低，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打到太大力的话。后面 CD4 来讲还蛮好打的。叮，神话机。哦，由于我是96级进化的哈，这个前解放哦，96哦，所以它出来是86级。至于99级出来会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以上是这个双生圣言者妍希潜能解放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